回来啦，没事吧？小心一点，他倒车。怎么样，牛叔？怎么样？不疼了吧？好多了吧？不疼了。头上的包消了没有？大夫说没事，牛叔他赚了。他给你，他收钱了没有？没收钱，送回来没要钱。昨天接去要不要钱？接要钱。接多少钱？300。这么贵？贵吗？贵啊！这才多远了？这才多远了？下回没人接你。哇！对你别做呀。对呀、啊，对你别做呀。那送回来没要钱，我感觉便宜不少呢。那倒也是。没要钱，我还要给人付款呢。走吧，走。他直接让走了是吧？走。来来，扶着吧。游会儿。走了。他说啥呀？他说游泳。游个泳，我的天哪，你还能游泳啊？你是厉害了。哎，医生可以药啥都开过了没有？把那啥药开了。啊，把药开了。看了就。给家里的咱们回，给咱们家里的回一副。看，精神多好。又可以唱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能唱歌了，自己能上得了吧？能上啊！上，啊，我给你使个劲儿呗，来，一二三，我给你使个劲儿。这个破头充电才慢呢，我的妈呀！我让你拿我的，你拿的是那个充电头，那个是他们走的时候给我的，好充吗？你给你闺女打去个电话不？她知道了。她知道了是吧？她给她发微信了。已经发过了哈。行，好的，发过就好了。我关门了，牛叔。躺一会儿，再休息一会儿。把我的鞋子给我捡起来。鞋子捡起来了。你放这。我放在那个后面的。走喽，牛叔好了，我们回家喽，回营地喽。哎，牛叔，狼哥，你的豆子被我干完了啊。啊，那几个吃吧。来回到处跑，到处窜，然后以前的窗口跟别人的窗口不一样了。哪有窗口啊？那可能确实是。早上起来，刚才医院有免费的粥，哎，挺好。一碗花卷，一碗粥，对，挺好的。咱们上哪儿去一趟？上等一下去买点物资，你去先去加个油，我去打个电话。你打啥电话？哪有送物资啊？你看狼哥这个车倒的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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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发现这儿竟然有墓地哎！啥？墓地啊！啊！刚刚还在玩手机，这会儿睡着了，还是没休息好。我们声音小一点，在那好好休息。还是睡着了。昨天晚上就是从这个山上下来，你还记着吧？走这个桥，我是往这边打的。对，你往边上打的，吓死我了。那边坎大。他刚刚那一会儿，然后刹车。没踩住，我以为他没反应过来，没踩刹车。看这边这块，这个大斗子。对，那边是坎儿，这边没坎儿，我就往这边来，跟这边拐过来。我以为你没反应过来，你没踩刹车，吓死我了，差一点要撞上了，我吓我一跳，视线又不好，晚上。边儿是不是躺着休息？没有，没啥好不好玩？这个，啊，没事了。啊，我们回来了，他们在挪东西。你看，哎，闪都已经来了，趁闪的来了。那趁闪的来了，看，好有仪式感啊！兄弟们都来接我们啦，太有仪式感了。那个，哎呦喂，咋没人给我撑闪呢？怎么没有人给我撑闪呢？冷死了，好冷啊！是哇，太冷了！快点，翻好了没？翻好了没？好的。上车，车里面插脚拍好了。好的，还好不是很冷，因为那个狼哥那个车里面有。哇，你们都在车里面，我待了一早上了，外面冷死了，我手都出来的。确实挺冷的，今天。我在网上弄了一早上了。啊，辛苦了，给我们做好吃的。王平安都来接我们了。没事啊，好，没事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啊，好，赶紧进车里面暖和。狼哥把门关上，狼哥他挡着路了。这王平安一回来就咬我。回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王平安一回来就咬我。辛苦了，牛叔是受罪了。上我的车里面吧。让牛
叔上车。上车上车。牛叔来。让牛叔上去上。说你们要把我抬走太好了，去坐。那个那个吧，没往那输完液了，那不成了，不成了，就是那路啊，去的时候路出虚汗吧，就是。别放心啊，你到我车后备箱去。那葡萄糖要不要喝酒？不用。嗯。他那个在路上的时候头上全是虚汗，嗯、我一摸头上全是汗，好多了。你昨天有精神多了。现在你要乖乖听话了。我们就跟你的女儿儿子一样的，你要乖乖听我们话。有电有电啊，牛叔，不能这样了。最开始不知道。你这样说，有点小病怎么的？不那么严重啊。你别那么，只要稍微有点不舒服，这样那个。对，让他赶紧先吃饭，让他先吃。早上的话，狼哥说医院的粥很少，吃不到什么东西，让他多吃一点。好，那个，我打完针以后啊，我一共就输液，输可以。我没有肠胃啊，你坐着可以吗？我可以。输完了以后，你再马上直接去打针。行，还好。老狼在外边那个楼道椅子上面。他说了，他眯了一会儿。他没有休息。多吃点啊。吃完之后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给你拿上被子。我有两个床单了。你那床单比什么深？床单那床单薄了半天，怎么了？我跟狼哥说，狼哥车上也有一床被子，到时候都给他。安然车里面也有床。到时候都给他。前天晚上我就没穿衣服，不然我老穿着。你冷，你咋不吭声啊？我穿着秋衣秋裤吧。昨天不是前天不是就是有点疼吗？我就想扛过去，完了我就没。一把年就十二。你要说呀，你冷你要说呀。你别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下骂你哦，真的哦，我要当你侄女一样骂你哦。那你能扛吗？你们听到吧。啊、我们不吃牛肉，吃饭了。那个，好好吃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把床衣服铺一下，看到没有？那个晚点，煮慢饭。晚点你狼哥现在没有直播，就说有事。那个花了多少钱？啥花多少钱？医药费是吧？啊，总共。行，等一下我问一下狼哥花多少钱。这个是。打飞车。嗯。打飞车不用说话。你老公每个月去欠我不得退休金嘞，是吧？牛叔在吃饭呢。你看这个狗，一回来就咬我，把我腿给我搞的。他喜欢你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喜欢我承受不住。你是找雷公去的。安然把他的被子拿了一床出来，然后给牛叔铺好了。之前都不知道牛叔的被子那么薄。弄得跟个小姑娘床一样，知道吧？暖和就行，暖和就行。赶紧进去，赶紧进去，赶紧进去！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就是，之前不知道。你咋的你？衣服脱不出来了。两个手还卡，手还卡住手了。你把那个外套脱了。他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厚衣服啊，牛叔？有厚衣服吗？我一样一样套，啊，啥呀？大枕头那个。等一下，把那个大热水壶给他拎过来，他那个大热水壶里面还有很多热水。啊、有肉哦，有肉哦！哇哦！你没有香肠、啊？大一坨那个。爱情的故事纷纷合合。牛叔还是挺厉害的，能唱歌哦。